您又来了。陈馆长，您认得我？记得记得，眼熟得很呢。喂，今天展品还有更新吗？是设计周最后一天了，我这末尾的七号展厅就不更新了吧？也对。它总共有多少个建筑组成的？谁来说一下？你说，你继续说。长方形、短圆形。看这个是什么样的颜色？好，你来说。好，然后呢？它是什么颜色呢？好，非常好，不错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总老师上课怎么老叫你啊？因为老师喜欢我呗。这次是小组作业，咱们画拼接壁画吧。行啊，你画一半，我画一半。这件婚纱好好看呀，我喜欢这件。这件也不错。那你给我买吧。喂，老白。嗯，我在陪女朋友逛街。好，今儿就不去画了。Okay。第九届国际设计大赛作品的设计师是蒋石，他的作品是绿色兔耳石。有请颁奖嘉宾英国产品设计师萨姆赫奇。明明是你的作品获奖，你为什么不去争取？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他而不选择你。老天哪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Je rêve son visage décline son corps, puis je l'imagine lui ton monde.好了，耶！
今天我站在这里，要感谢我的朋友，也就是这幅画的创作者老白。他很有才华，却从来不敢相信自己。有了画，他却从来不敢表达。我希望这个奖能够让他相信自己。你是我温暖的手套，冰冷的啤酒，带着太阳光气息的衬衫，日复一日的梦想。你是纯洁的